们家那里都是楼宅，还有经常听到叫的，不知道哪里有，不知道哪里它会存在这些。其他的嘛，有人食物，我看这个飞来是食物。你看它脖子短，它顺着去了，那是那这不是候鸟吧？这个食物就很，我知道怎么，它是一个。我像深圳湾，他们说那个条件很好，很多鸭子啊，哇，一大片。那你有跟鸟吗？多少鸟？多少鸟？说明它吃这个物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。它的蛋不是生在哪里？哎呀，以前在这里生了几次，繁殖了几次，很小的，现在是黑黑的，然后又像小鸡长一样，就在那个旁边的海螺，就等于它这个生态。对对对，然后我还有那个在庄上。这么大的以前我记得有那老鹰盘翔，偶尔你要是到大南山，好像我每次跟大南山，以前我们那些小鸡养的话，抓那个老鹰来，小鸡都竖起来了，好多了，经常看着在盘翔，现在都少好多了。以前小时候看到好多老鹰在盘翔，应该有老鹰来，有声音量的话，可能老鹰繁殖太多了呗。哪有这意思？一窝一窝生多少？对吧？这个鸟繁殖能力，它这个种型还蛮多，那个黑色的。号是周六，但是还要约在周六，人就多了。是的。
那你觉得这个应该是什么？
Thank you.
有几个鱼把没把这个蓝色的给吃了，就是把其他的给吃了，奇怪。这个蓝色的，我看不该钓鱼啊。那个像不？